我们现在来到云林县政府，那我今天要画的是最后一个柱子，这个柱子呢，我们会有制造一些景深的效果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要怎么做。我昨天画的时候，之前我画的时候，我就要画到天空的部分，可是我觉得光是天空，没有下面的草地，它的景深会出不来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特别增加了这个草地的部分。你先整个拍一下，因为我要拍照。上面的颜色要比较接近天空的颜色，所以它的彩度、它的明度要比较接近天空。到了下面颜色要慢慢的变深。那因为我现在画的是浓彩，所以它不可以用，不可以加水，要加湿干净。然后颜色要比较厚一点。上面要衔接一些白色，因为它衔接是直的，就只能是直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那个是啊，转啊，转啊，我看一下。现在还不是直的，对啊，像面粉的，不要，这个面是回来直的，就一开始是直的，就要衔接。不要中间换，那你手会酸啊，都可以的。这一段主要是要把那个草地的感觉拍画出来，然后等一下还会有一段是画这个鸟。上颜色要稍微深一点。然后再来，通常要稍微站远看一下整个的效果。希望画到太低，再来收尾的部分要让它慢慢变得消失。好，以后呢，再来我就会再把颜色变得浅一点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就会稍微洗一下，然后用抹布擦一下。那再来就是一样，要再把浅色加回去。
来拍一下。因为这边是一个圆柱，既然是圆柱的话，它就会整个都会被看到，所以另外一边也很重要。加一些原放的树元素，对，有山。如果想要再做一些细节的话，比如说要加一些比较前方的一些小木的话，我可以再做。我们可以加个木。来加一些硬底感，它其实也可以增亮。再呢，你还可以再加一些小花。我这个是用那个黑油铁卷的亚克力颜料，其实我在画画的时候，我一直都是用黑油铁卷的亚克力颜料在画，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味道，简单的画。那
接下来呢，我就会继续的把它完成，然后再把那个照片放在网站上、脸书上面跟大家分享。那希望你们喜欢我这边画的这个作品，拜拜。